这是这间已经是声学装修完的一个阶段，它所有的音响跟灯光都还没有上的阶段，线材灯都布好了。这边是它音响设备到场的一个实拍，它的音响、灯光、投影等等。这边开箱的是它的一些音响设备，这个是 KTV 用的，然后呢把它一些音响上的固定件给它装上去，后面摆放的落地音箱是影院的，然后前面这两只呢是 K 歌的12寸全屏音箱。现在是安装它 K 歌的全屏音箱， K 歌的音箱比较重，都需要两个人辅助安装。这边采用的投影仪是 8K 的一个投影仪，采用的是日本 JVC 的品牌，型号是 N88。 搭配这个投影仪的是英国哈克尼斯的幕布，159寸。现在呢就是给它安装起来，然后再挂上去使用。这个幕布的话我们简短了很多时间，实际安装时间一个幕布需要3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安装好，特别是这种比较高端的幕布。所有的音响都安装上去了之后，就要把它的设备柜给装起来。这个设备柜呢有它的播放器啊、点歌机主机啊、前后级功放，就是 K 歌跟影院的两套系统的设备呢都是集中在这个设备柜里面。一间已经是在最后的阶段，就是它的一个沙发进场。沙发进场安装好了之后呢，它就可以使用了，然后再把它的 K 歌跟影院的音频系统呢调试一遍，根据现场的一个环境跟声学调到最好的音质跟效果呢，就可以交付给业主使用了。